得自信，有能力在军粮会上搏出进步，切穿伊和平共处的风格。嫌过，三弟是担心金龙结婚不好，惹来煞心机祸事。不是，那无三弟意思是，大哥，小弟并不是楚国子民，是不是有必要得罪秦哀公，为楚平王保住中原霸主的地位？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。三弟，我有讲，只要你肯答应出使朝廷，殿下一直去中原访问，迄个时阵，你我同为楚臣，我负责保护大王的安全，你设法保住大王中原霸主的地位，一同在军粮会上扬名立万，这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呢？大哥认为，太祖殿下登基之后，一定会是一个有道明君。三弟，殿下秉性顺服，少年不是一个有道的明君，也绝对不会是一个昏君呐。兄弟，我一定听你的安排。三弟，多谢你相信。讲实在，你这么紧到上山来，是不是楚平王伊？报告大人，并无现代同考虑，只要你在李大王的名义。将公牛进这户宅里，那呢，伊就既往不咎。这大哥，楚平王是天下的霸主，伊的口如无听，就会当约束天下的自由，也毋过无法度约束我刘德荣甲龙牙山这所有兄弟。也毋过，只要大哥你认为阮应该安怎做，阮这兄弟会遵行照办啦。哦，有闲爱你设事令哩。你可愿意？来人啊！地主，你找我。田大哥，你这是利用所有人宣布，本山这所发放的金银，乃是楚国大王为体恤受灾的黎民百姓，特将国粮运上山来进贡。是。故乡上有一事，必须要恁鼎力相助。哦，我大哥。你若是有代志，爱阮兄妹仔帮忙，你就派人起来山坐，吩咐一声就会用得啦。何必爱你亲自上山呢？哎呢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托您代言，难尽其意。我必须爱亲耳听着恁兄妹答应帮忙，我才会放心嘛。大哥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代志是安尼是。金龙何见苏龙何？一道兵屯各诸侯。如今写下军粮会，其中必然有多忙。金龙去到出山水。大队中原占富贵，一心想卖大包围，军粮会上天雄威。大哥，祖孝亲情思乡友，事不关己免忧愁。放宽心怀，莫多求，逍遥自在，多春秋。弟弟，你在楚王情英雄，将为天下听好听。故乡世代为楚将。不加林中，多万丈。
的意思，就是要爱阮大哥，甲你一同进水厂出席军粮会，保伊安全性。有闲正是出意，而且也要请你前往晋国打听虚实，不敌你可愿意？对，燕娘啊，就等你看我要怎啊？我咧等你下决定啊。这，嘿、欸，是毋是要去晋国？你家己在用啊决定的代志，是安怎着？我替你注意啊。嗯，你是大哥，又搁是东家的姐主，我尊重你、听顺你的意见，敢有啥物唔对？这，哎、欸，叫娘啊，你毋知倒位安尼无对当哦。无啊，哪有？我哪有倒位无对当？有。是你家己唔知影尔尔，无咧，二弟啊，有闲感觉燕娘甲平常拢同款，无倒位也无同啊。大哥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也燕娘有所行啊，有主张，临事果断。不勒思念哦，伊今日突然哪会变了样？无亲像往日啊，的柳燕娘。吴大哥，你怎会听阮大哥了后边讲？我才无像讲的这么霸道嘞。哦，我知影，你是超工伫个大哥面头前，要表现啊，敢若亲像查某囡仔同款，想要学做查某人，哈？大哥，啊，你敢甲我闹鬼？哎，哎呦，哎，安那安那，哎，心思去用摇着，就要避免拍人哦。安尼哪有生查某囡仔啦？大哥你，哎，我插你啦。我大哥，我即下就马上起程来晋国，打探疫情，三天后才给你消息。燕娘，辛苦你。大哥啊，燕娘变款呢，变一个人哦。是的，有闲只是感觉燕娘的个性比般的查囡仔较爽朗淡薄而已，并无什么无同啊。嗯。还是因为歹势在你面头前大细声呢？要若无我今仔日若无我对两个人哦，就算是对骗这个季启山哦，伊嘛袂放我煞啦。嗯，二弟啊，啊是你家己惹燕娘生气，这甲吴燕有伫遮无？有啥物地带啊？哎，有啊，因为伊哦这，无歪伫甲你有关系就对啊啦。哎，好，咱莫搁讲燕娘的代志，咱来谈正事较要紧。哦，对啦，吴燕要爱你带领山寨的兄弟。埋伏在洪阳山的隘口，以防止晋军包围洪阳山。皇帝。楚国国富民强，楚平王又是当今天下诸侯所公认的中原霸主。如果不能在军粮会上将伊扳倒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大王意思是，如果伊唔肯让出中原霸主之位，那就斩草除根。永绝后患。大王请放心，我就已经在洪阳山布下陷阱，要将天下间所有诸侯一网打尽。届时，大王将国轻易统一天下，以周天子分庭抗礼，而且逼周天子退位，定大宝，君临天下。遐尼大的口气，什么？
经大宝，君临天下。遐尼大的口气，什么？武七爷，来人啊！对，在这儿。启禀先生，属下找遍江内四处，就是无刺客行踪。您从江内房间一间一间我搜查清楚，一定要将刺客我找出来。是。姑娘，刀剑无眼，万一若是失手，是会伤人命。我甲你无冤无仇，我无想要杀。假使你若是敢出声，就唔通怪我手下不留情。我虽然是一个软弱的女子，却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。你不用恐吓我，我也不在你的威胁之下暗护你。所以我劝你，也是自己赶紧设法离开这个所在。什么人？我娘，我是赵王，你开门啊！你也是赶紧离开。我娘，你开门啊！有你，只要你答应，无要来伤害的亡人，我就让你安全离开这个所在。我本来就无意伤人。亡人，你完了。不要紧啦。
梦莹。父王。梦莹，你安怎样无？你有受到什么委屈无？啊？多谢父王关心，是你无安怎？无安怎就好。梦莹，得天归暗啊，我看你也忝啊，想来去休困。嗯，是你过天。刘月娘，你竟敢挟持国王最钟爱的女儿来威胁我！皇帝，你明天就去带兵，将龙家这大城逼得一想我心头之恨。太后，千万不可啊！为何不可？启奏太后，龙家这三世享主，以秀才功，借助刘殿红。而且更加结盟顽固，武艺超群，三只鸟奴个个骁勇善战，想要打个老牙子并非易事。而且昆龙飞机已经迫在眼前，万一久攻不下，将要损掉大王你的威望，请大王上书啊！嗯。那就听候国王得到中原霸主了后，才亲自带兵攻打鸡犁山，三屠龙家寨。我将军，新包书的别在无界。先民早有所闻，国王准你所召，准你随驾参加军粮会。也毋过，伊记起山龙牙山这遐鸟落，代替侍卫军一事。客绍大王，刘殿了是草桥贼子，伊手下必然是乌合之众。我将军无念，将大王安落伊，托付在你身上，伊的用心。不无可疑之处，大王明察。毕大人，你客绍大王，新三代在朝为官，忠心可教立官，富养无愧于天地，请大王勿听信他人谗言。弟子中央函官，大王圣德蒙恩。莫太师，我是担心大王的安危，这既是上奏，你为啥要跟我上奏谗言呢？好啊，您不用再争论了。杨万岁，巡台，你认为我将军所造之书是不是可行呢？客绍大王，我主所造，岂是相应之计？实乃计谋上策，巡认为可行。既然杨万岁认为可行，国王就放心了。我将军，现在你传国王旨意。三条刘殿雄，新包书立刻进宫。遵旨。世间夫妻无道，凌乱的社会无奈何。